这两句话，我是我师兄的法，以前我是徐记的法，徐老师的法，我现在是苏玉章的法。你看法是怎么打的，你就知道。你看被挨揍的人才可以揍的，你懂不懂？输得起才赢得了，看我怎么被揍，知道看吗？那被揍有技巧。还没够啊！